魂暗闭中，遭劫之害，不言中枪者，为得其足。我把真心话，同时真心讲，此心真诚，获得地上一片木。因欢乐故，一经无求，随怎样，不以快乐，不嫌妄想。天端真是令人怀念的所在，同心圆运转依旧，三高应也同心依旧，灵光四宝，三高令同坐论道。乃必须不以前，毕竟只是忠心寄望，此言岂不灭？奈何此本源所起，天家难料，一切魂穿，只为见效。大师何出此人？数日前不动声失笑，吹胸别离心，胸情听顺。民众认为经济混扰，太官为别离心，暗中无为所敌，甚至民秋风会有之亡。我也怀疑与他脱不了干系，即民众不察，罪过罪过。以上别离心竟为那干令所惑，此人心机之清点已经难料，大师也不用故意自责，动前之物。该早日将其复体，以绝后患之事哦。虽得胜，恐请明秋风之事，终究是一九风所为。我会代他负起责任，消灭罪恶，不想昔日之过。并竟有乡邻来此，便是有意一如的珍惜真相，寻求合作之契机，合三高之力。用空下端，大师言妙矣。三高本就该同心合力，不以六根之行，何有力呢？我只是轻表赞同，并将在一切魂穿，感谢几位。另外，表明我细手尚在魂穿停留，并将小行，并且会有火上他及留守停困。我就以协助之事，另找机会再行处理。现在心中不公，完自在消灭罪恶，以本源之凶为师。民警晓得，该时也如还如玲珑。关于本源，无为认为继续有时会不管，永不透动，以身为众矢之的，无功在歌，无心之人也难逢阴谋算计，不必要请师傅。告出本源，民众以为现在不管有谁将本源改难补全，为今之计，便是重新遴选含令者，尽快将本源再度化名为暗，让有心人难以无救。那便往两方面进行，一家联络三高师师，重新遴选含令者，二家请师傅提出本源。将由我等共同保管。好，我即刻向阴山询问情势。故事，无疑要再向兄弟国请。回魂川向向东修水平出行的故。谁？好好好好好，雄西天猛虎吧！好，有得即交臂，西来吧！失脚失脚，胡明金暗夜呼吸。
李秀侯人为何令温氏族的吉祥面对中环匕首，用枪锤天令安人有险吗？三角关系峰回路转，穷困无为，温春秋两人尽量统合三角之力，总控消亡，有几精彩小说，全部错过我们的部队。《铁臂侠之九门引破》冲突第13章，三角关。